大家好，我是马德忠。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，都能在英皇体验精彩人生。丹麦的比赛是好几年没碰到，也是让我们这届欧洲杯碰上了，人没事，比赛没了。跟丹麦的兄弟稳定心态，今天我们继续战欧洲杯005，英格兰 vs 克罗地亚，竞彩推荐平，比分预测1-1。欧洲杯006，奥地利 vs 北马其顿，本场比赛奥地利让零年5月1日指数高赔，个人觉得对奥地利力度不足。大家可以看到奥地利在欧国联主场面对挪威、北爱尔兰这些球队的时候，都能让出1.5甚至是1年5月2日的身指，而马其顿顶多和那两个球队持平罢了。本场比赛看好奥地利最多一球小胜，竞彩推荐胜，比分预测2-1。欧洲杯007，荷兰 vs 乌克兰，初期荷兰让一球中水，后市上盘水位略微上调，到了中高水对于荷兰来说就是比较大的打击。本身荷兰在亚指一球之下就很难堪，名气大于实力的球队故意支撑，因此这个上调是明显不看好。加上荷兰的防线本身弊端就很多，即便进攻端优于乌克兰也很难保证取胜。竞彩推荐平，让平，比分预测1-1、2-1。111，萨普斯堡 vs 布兰，萨普斯堡上一场2-0击败特罗姆瑟，重新回到胜利的轨道上，状态有所提升。本赛季防守还是比较稳健的，四轮联赛仅仅丢了两球。本场数据方面开出主让平半，外界明显看高萨普斯一线。布兰本赛季防守漏洞百出，联赛至今已经丢了17球，本场很悬，看好主队拿下本场比赛。竞彩推荐胜，比分预测1-0。112，斯特罗姆 vs 罗森伯格，斯特罗姆本赛季他们所进行的四轮比赛中只赢下了其中一轮，排在联赛第13位，而罗森伯格在他们进行了的六轮比赛中只输给了莫尔德，与联赛霸主伯德闪耀也是能够守住平局，可谓是状态火热。本次比赛机构也出了主受半球的盘口，做出一个右下的操作，因此看好罗森伯格延续大好势头在客场取胜。竞彩推荐负，比分预测0-1、1-2。113，伯德闪耀 vs 姆延达伦，伯德闪耀自然不必多说，挪超一大霸主在近六轮比赛中取得的4胜1平1负的战绩排在第4，少赛一轮与第一差距2分，因此取胜欲望强烈。而姆延达伦四轮比赛1胜2平1负排在第7，取胜时面对的球队目前身处降级区。本次比赛机构开出了1球半的盘口，再结合两队过往交锋的战绩来看，这个盘口是十分符合两队的实际情况，因此看好伯德闪耀主场全取3分登上榜首。竞彩推荐让胜，比分预测2-0。114，利勒斯特 vs 海鱼格松，利勒斯特罗姆在与海鱼格松的历史交手中占据优势，利勒斯特罗姆主场表现比较稳定，海鱼格松近期状态平平，初盘平手盘对主队利勒斯特罗姆没有给予太高的期望，后市升至主让平半盘，高水又上盘，看好海鱼格松本场不败。竞彩推荐平，比分预测1-1、2-2。117，格雷米奥 vs 八竞技，两队过往在八甲都属于中上游，格雷米奥底蕴略强一些，巴拉纳竞技零失球2连胜的，而主队首轮失利的背景下开出主让半一盘，机构对巴拉纳这支客场重球队还是很不放心。竞彩推荐平，比分预测1-1。119，巴西 vs 委内瑞拉，巴西目前保持着全胜的战绩，全队每个位置上都有着非常有实力的球员，本场虽然是控场进行，但球队依然有主场优势，每周的比赛极其强调主场优势。委内瑞拉展现出明显的主客战绩差距，主场比赛3战1胜1平1负，客场全败，本场机构给出了两队交锋以来最深让步，
对于巴西大胜信心十足，看好巴西主场取得一场大胜，竞彩推荐让胜，比分预测3-0、4-1。121福塔雷萨 vs 雷体育，机构为本场开出主让半球主队中高水的出纸，这是两队交锋福塔雷萨做出的最深让步，机构对福塔雷萨支持力度很大，后市统一置办一盘。在福塔雷萨状态火热的背景下，机构也对其取胜加大了防范力度，同时又降低赔付意图，对主队有利。竞彩推荐胜，比分预测2-1，稍持奉上精选二串一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